天我们开个会啊，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呢是我们要成立一个排球工作室。今天呢在这里我们主要还是要讨论一下我们的神圣的使命和伟大的目标。袁总你怎么看？龚总，对于这个排球工作室你怎么看？我觉得呢，不光咱们女排，然后男排还有沙排，我们全线都一起跟着一起整啊。行，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年度目标，我们的 KPI。 袁总上。年度目标，我们的年度 KPI， 我们粉丝一年至少得100万吧。我觉得没毛病。我觉得袁总还谦虚了一点。为了完成我们的年度 KPI，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我们的排球工作室。